金宝亭那儿是什么鬼呀、啊？他搁那打我呢。不想和他对枪。他有队友，我没有队友。对倒了，他可以救我，直接嘎。哦，是准备下来干我一波吗？我怎么跳下来了呀？我明明是想侧翻一下的。操他妈，点错了。血龟。这波可以稳稳的吃下的，我操！一不小心翻了下来。太冷太冷，哎，妈的，我被右边捅！他妈之前，尼古罗有一个右边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去吧，去打去吧了，这么质量，去打去吧了。下推他们，干着，干着吧，就干着吧。往这一站，好好念一下这个撤跳。一不小心点错了，翻下来。哎，对，这两个集体 ID 好吧，工作 ID 了吧？哎，退了，这个逼退，我他妈看眼看着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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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俩怎么找的？有个叫浙江郭海峰的，非常有实力。哎，他们这紫色的标是600块钱半年吗？还是不知道，永久吧，肯定他妈永久，谁他妈这把人家花半年？700永久，700永久的，永久的。你都干啥用啊？吓唬人用，我觉得。我不知道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我这都没法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毛压缩。对呀、啊，轻松拿捏的，我操。这个好一点的 ID 反低劣。一般这个标准我也。这一不小心就翻了下去。页面有。这游戏，这个700块钱，那我这不是好 ID 加一指标，我操，我是大 logo， 我就是你。对。他妈的 ID 还是我给你圈过来的。是啊。多少钱买的？不是你多少钱买的 ？ID 80块钱，80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圈的呀？他那个小孩儿，你知道那小孩那是一个内蒙古的小孩儿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他的真名叫侯杰，是那个，这我给你打出来，那个侯。哦，知道，然后呢？我这个，然后他玩刺激战场的时候改的这个名，当时没人用，然后他就改我的找，我又加的好友，我跟他聊了好几天，我说 ID 就是说你卖不卖？他说你要这 ID 有啥用？我说我是主播，我直播用。他说行，我说多少钱卖？他说我80卖就行。我操！但是他当时说800卖的，800万不卖，800卖，他小孩太鸡巴，小孩没有怎么黑。你知道这 ID 我问过值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 ID 值个1688，至少1688起步，就2K 左右吧。1688呢？那想这个单代金不是花了400块，问你多少？想疯了吧，我操！对，找个朋友买的。多少钱买的？500买的那种，他这个一两百，600，500买的。哇，那挺值的，我靠！